时代新鲜的一元毛巾，举个手哦。富邦悍将新秀刘俊豪十二日的比赛，脚出猛打赏，还打回胜利打点，连两天拿下单场 MVP。他支持的啦啦队员慈妹也在赛后颁奖仪式送上亲笔签名的应援毛巾。我们来欢迎慈妹，来要颁什么奖项呢？慈妹亲签的一元毛巾，第三位颁奖人，说到做到，打得真好，刘俊豪，看前方。好，还有哪里需要捕捉照片？麻烦举个手哦。哇！慈妹十三日接受三立新闻网采访时，也称赞刘俊豪真的很厉害。八局下刘俊豪打回超前分的时候，就发现摄影大哥狂拍自己，心里就想说该不会今天也是他 MVP。结果刘俊豪真的连两天拿下 MVP， 成为队史第五人。慈妹表示：“我觉得我们是两个在工作上互相加油打气的好朋友，非常喜欢这样的感觉，互相支持，给予满满的正能量。”记者问及如果今晚刘俊豪再拿下单场 MVP， 慈妹说：“还没有遇过有人连单场 MVP。”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他今晚的表现，如果真的成真了，那换我要主动跟他要合照和要签名了。今晚打得好，再次掌声送给慈妹还有